今天吃卡卡叶的这个牛油果欧包，这个真的超级好吃，里面就是特别大一颗这个那个巧克力，然后外面就是牛油果的奶酪，还有牛油果的奶酥，这一个有200克，巨大，这个真的巨成功。这个蟹柳真的巨好吃，一吃就是肉，不是那种淀粉似的。我感觉过年就早上时候可以吃点这欧包啥的，其余都是饺子。这欧包的话，要不吃这个就能吃一个欧包，加上这个就半个，就刚刚好。我想着，因为我拿椰子油放的椰子油，所以印象倒挺浓。我想着刚才我说什么忘了，我说放的那个花生酱，忘了忘了。失误，下次再试试。满满都亮，看，满满都是牛油果，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巧克力。卡卡椰加我包就好吃。这一盒巧克力最好吃，它这个奶酪就那种干香干香的那种，面包体也是那种就别有嚼劲。空口吃虾，再来上两颗黑芝麻，每天必须吃的。吃到这里了。这个是菠菜鸡蛋饼，然后我往上面再放一个这个蟹柳，它这个蟹柳的品质特别好，你看，这个不是那种淀粉式的那种，看一丝一丝的，直接铺在上面就行，这样子要把它盖上，超级香，翻个面把这一面也盖上一层。